Oh well. Karma's a bitch.在正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要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假如我们在野外遇到了像歹徒、小偷或者什么比较恶毒的人的时候，万一他们来抢劫，该怎么办？在这里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实用而且简便的方法，就是格斗技巧。好，场景一，准备起来，再来啊！还有3米武器没带啊？回来。 小子，别怕，别怕，我们给你过年啊！好了，今天的那个什么野外知识逃生，知识课堂就到这了。那个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呀，不是自己胆小，是真的能跑就跑，呀哈，三声。 咬了我这个，哎，他刚刚咬，哎呦，咬手了，你姐姐。